子，你来了。是呀。今天来我家有什么事吗？你说什么事呀？你别明知故问，给我。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我儿子的工资呗。妈，我跟你儿子都已经结婚了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我们的工资不能再交给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能再交给我了？你给我儿子没结婚的时候，我儿子的工资都是我保管着，现在照样也要我管着。你都说了，那是以前，他没结婚怎么着都行。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，钱不能再交给你了。你说的不算，今天我既然过来了，我儿子的工资呀，我必须就要拿走。燕子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来了？我过来拿你的工资呢。工资？我说呢，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原来今天你知道我发工资了。妈，这个工资以后还是我们自己保管吧，你就别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你的工资都交给我了，你是不是交给你媳妇保管呀？儿子，我告诉你，不行，你的工资必须我来保管。妈，这我以前把工资交给你，是怕乱花钱。但是现在我跟燕子都已经结婚了，花费的地方多。你看，这以后的工资啊，还是我们自己用吧。你别再拿了。不行，你们花费多怎么了？这燕子不是还有工资吗？可以花他的呀。妈，这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跟燕子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以后我的工资啊，你就别再要了。我不管你结婚多长时间，这个工资都要交给我。我是你妈，这个家我说的算。今天必须给我拿过来，给我。妈，我都说了，我也给你的，你别再闹了，行不行？你今天是铁了心不把工资交给我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妈，这我都答应燕子了。好呀你，这娶了媳妇，把我这个妈都给忘了，我不活了。妈，这儿子结了婚不孝顺我，他的工资都不交给我了，我不活了。都在这呢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我儿子还是听我的，我走吧。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的好好的，这个钱不给他了，他现在一哭二闹你就把钱给他了，你有没有原则呀？不是燕子，你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妈呀，你这在我面前要死不活的，这我不给他这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他就是看准了你这点，所以才那样做的，你就被他拿捏死吧你。燕子，你别生气，大不了我再努力努力，多挣些钱。多挣一些钱？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给他了。哎呀，那这样吧，下次我不给了，好行不行？又下次？多少次下次了？我才信你呢。哎，燕子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燕子，这个月的工资你拿着，存起来。终于把你的工资揣到自己手里了，还是拿在自己手里踏实。这有多少？8500。8500呢？别藏了，我都看到了，给我。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又来了？今天你该发工资了，我为什么不来呀？妈，我都把工资给燕子了，你就别再要了。给他了怎么样？给他要过来。妈，我这都给他了，你还要什么呀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这个钱啊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你说的不算，今天这个工资我必须要拿走。妈，这上次你把钱要走之后，燕子就跟我吵了好几天架，生了好久的气。这次无论如何，这个钱不能给你了，以后这个钱啊也不给你了，我们自己留着。凭什么不给我呀？我可是你妈。妈，我知道你是我妈，但是你也不能把我的工资全都要走吧？你说你要用钱，我给你点生活费都行。你说你一下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？你说要钱干什么呀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还有个弟弟没结婚呢。我现在也老了，没挣钱的能力了。如果你把钱交给我的话，这你弟弟怎么结婚呀？我拿什么给他买房子呀？这我弟弟结婚，
这钱都用我的。不用你的，用谁的呀？这你爸不在了，我一个老太婆不能挣钱，你一个当哥的不应该帮帮你弟弟吗？不是妈，是我弟弟他本来也挺老大不小了，再说了他也不正干，你让他去找个工作呀，让他多挣点钱呀。你弟弟哪有你有本事呀？你挣钱多，这个钱呀就应该你出。妈，你说我跟燕子现在这日子怎么过的啊？每次都是花燕子的工资，你说小宝现在马上就要上学了，还要交学费，还有我们一家人的保险，这需要多少钱呀？你这不说了吗？你们家还有燕子的工资呢，不管怎么说总比我强呀。这你弟弟的婚事以后得花不少钱呢。妈，你什么事都为着我弟弟着想，你有没有为我们这个家着想啊？你说说，以我一个大男人在外面挣的钱全部都给了你，花的都是燕子的钱，这说出去啊我都觉得丢人。你看丢什么人呀？你媳妇跟你已经结婚了，你花她的钱也是应该的。妈，什么叫应该呀？为什么我花她的钱是应该的，她就不能拿我的钱呀？为什么我要把挣的钱全部都给你啊？那现在不是你弟弟没结婚吗？不要为以后你弟弟结婚打算呀，这你弟弟要是娶不到媳妇该怎么办呀？妈，我算明白了，你要我的钱全部都是为了我弟弟。行，妈，我今天告诉你，你要是每个月从我这儿拿1000块钱零花钱，我可以给你。但是你要是把我全部的工资都拿去给我弟弟结婚用、买车买房，那行，这个钱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了。不行，今天我既然过来了，我就必须把这个钱给拿走。妈，你说说，你这么做，你是在帮我弟弟吗？我弟弟都这么大人了，他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呢？去自己买房子、自己买车呢？为什么还要靠我？当初我结婚的时候，我有什么呀？我有现在的生活，不是靠我跟燕子我们俩打拼过来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们把孩子的学费什么的留够，剩下的给我不就行了吗？说来说去，你弟弟不是没有你有本事吗？要是有你有本事的话，我也就不操他那份心了。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有点过分了吗？小叔子是没有挣钱的本事吗？是你不舍得让他出去挣钱吧，让他吃那份苦。你说尊宝也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总是区别对待呢？他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一大家，还要养活我弟弟和你。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你有心疼心疼过他吗？他现在是没结婚，那将来他要娶媳妇了、有孩子了，我们是不是还得养着他一大家呀？我们要管他一辈子吗？我没说让你们养他一辈子，我是说的意思是让他先结了婚，以后他们过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他结婚买一套房子，你知道需要多少钱吗？凭什么让我们出钱呀？两个同样都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那么偏心眼呢？这你大儿子挣钱有多不容易，你难道心里看不到吗？他一个月就那点钱，除去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开支，剩下的全部都要给你们。你考虑过我们的生活有多难吗？尊宝他有多累你知道吗？那有多累呀？年轻人强壮力壮的，多干几年不就过来了吗？再说了，他是家里的老大，帮他弟弟是他应该的。应该的？你也说了，那只是他弟弟，不是他儿子，他有什么义务要养他一辈子？他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已经够累了的，凭什么还要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他弟弟身上呀？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没用的，你在这个家里就是个外人，管不了我们家的家务事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既然过来了，这个钱呀我必须就要拿走。你要是不听我们家的话，我就让我儿子呀跟你离婚，你让他媳妇呀一天也不能要。离婚？原来在你心目中我就是那个外人，我在这个家里尽心尽力的伺候你、孝顺你，到最后我成了那个外人。行，我也不想跟你分辨什么，你说什么我也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尊宝怎么想的、怎么做的。尊宝，我今天就问你，你觉得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个钱是我们自己留下还是应该给他？燕子，你看看，这因为这件事跟妈吵了这么久，这样吧，这个月把钱给妈，下个月再给你。下个月？这句话我都听了多少遍了，到最后你还不是妥协？这次真的是要把钱给你妈的话，那我不就真成了那个外人了吗？既然是个外人，我还有必要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这种日子我也过够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钱啊，你要是自己留着也行，
要是给你弟弟买车买房，倒头一遍。哎，燕子，儿子，叫他干什么呀？他都让他走呗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？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家妻离子散你才高兴啊？儿子，我是你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我什么时候盼着你妻离子散了？我盼着你过好呢。盼着我过得好？你盼着我过得好，为什么每个月还来找我要工资啊？盼着我过得好，为什么让我给我弟弟买车买房，让他结婚呀？妈，你这是盼我过得好吗？从小你就偏心我弟弟，我小时候小，我就不说什么。现在我都有自己的家庭了，我也结婚了，有自己的孩子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偏心呀？妈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行，妈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。如果你还是这样态度，每个月来找我要钱的话，那行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妈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哎，你 这怎么会这样呢？这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？哎，这真的呢。